我的梦想是打 NBA。我的梦想是到美国打 NBA。可恶，我每天这么认真的练习，但这种球技怎么可能进得了 NBA？ 儿子，加油！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啊！你一定可以替我打进 NBA 的。可恶，我受够了！你们大人只会把自己达不到的梦想加注给小孩，但到头来其实只是为了自己。爸，打进 NBA 到底是我的梦还是你的梦？儿子，打进 NBA 不是我的梦，也不是你的梦，那是浩哥的梦。我们只要进到浩哥的梦境，就可以打进 NBA 实现你的梦想了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去浩哥的梦吧。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？只要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跑到屋顶，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梦境，我们也就可以进到浩哥的梦里面了。哦。杰里就是浩哥的梦境吗？我们现在在浩哥的生存意识中。我算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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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浩哥，奇怪，浩哥没有在打 NBA 吗？我以为他的梦境是在打 NBA。他一个人在那边做什么？他一个人在看 NBA。不在梦里的他不只是一个人了。你看，他跟朋友一直在看 NBA。爸，为什么要打进 NBA？ 什么意思？打进 NBA， 你认为我就会快乐，对吗？难道不对吗？你看梦中的浩哥，他跟朋友一起喝着百威，一起看 NBA， 这不是也很快乐吗？或许我们都把梦想想得太复杂了，想要干大事是干大的，想要当世界第一，想要在这个社会中混出一番成就。可是跟朋友一起喝着百威看 NBA， 这单纯的幸福不也是一种梦想吗？爸，我们回现实世界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儿子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儿子，太感动了。妈，我看浩哥的新影片，整个让我顿悟。我决定不要找工作了，我要每天喝百威看 NBA， 完成我的梦想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找工作快乐，耶！哎，陈昭，场上二的资讯都没讲到哎。等等，给我一颗三分球的时间。啊！百威是 NBA 合作伙伴，看 NBA 就是要喝百威，只要买百威就有机会可得到漱口袋、环保袋、夜灯、斜背包、网络抽奖最大奖，还有机会可以去美国看 NBA 季前赛。哎，陈昭，三分球还在飞。喂，体育股长，篮球这么少一颗，老师不是他在飞啊？乖孙啊，只要巷口体育馆那个还在飞的球，是爷爷50年前所投出去的三分球。爷爷把一生都赌在那个球上面了，但不知道我的光芒什么时候才能展露。浩哥用尽一生所拍的业配，不能就这样结束。这是百威 NBA 联名赠品，全省热烈，换手中。百威真我至上。